小蝌蚪找妈妈，根据方慧珍、程璐德创作的同名童话改编，取材于画家齐白石创作的鱼虾等形象，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0年制作的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，由程特伟、钱家俊、唐成担任导演，方慧珍、程璐德担任编剧。小蝌蚪找妈妈是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，当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创造出这部作品，用大量精力在技术加以探索，虽然国画技法的特殊性在实现连贯的动态效果方面存在很大困难，但通过拍摄技术手段解决了这个难题，并且营造出了个单纯、质朴、简洁的童话世界，获得第14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短片银帆奖、第1届大众电影最佳美术片奖、第4届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短片特别奖、第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荣誉奖、第3届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一等奖、第4届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国际青少年奖二等奖。青蛙妈妈生下小宝宝，青蛙妈妈乐得呱呱呱叫，小宝宝一群群，青蛙妈妈爱他们，就像我们的妈妈爱我们。吹呀，阳光照，小宝宝一动一动动起来了，一会儿往下沉，一会儿往上飘，沉啊沉啊沉到水底，飘啊飘啊飘过水草，小池塘里好热闹。它们叫做小蝌蚪，摆着尾巴水里游，游啊游啊游。点头，马上成了好朋友。这个叫妈妈好，那个叫好妈妈。小蝌蚪，你问我，我问你，我们的妈妈呢？我们的妈妈在哪里？走，我们一起寻找妈妈去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这里那里都没有。弯着腰，小蝌蚪问他，我们的妈妈在哪儿，您知道？虾公公胡子长，小蝌蚪问他，我们的妈妈是个什么样？你们的妈妈呀，喏，长着两只大眼睛，刚才我还见过她，快快游去亲一亲。
糟了糟了，小宝宝全都不见了。小蝌蚪记住虾公公的话，大眼睛是妈妈，他们看见金鱼就叫起来，妈妈妈妈好妈妈。错了错了，叫错了，我可不是你们的妈妈，你们的妈妈有个白肚皮。好孩子，你们再去找找吧。小蝌蚪记住金鱼的话，白肚皮是妈妈。他们看见螃蟹的肚皮就叫起来，妈妈妈妈好妈妈。错了错了，叫错了，我怎么成了你们的妈妈？你们的妈妈只有四条腿，你们看我有多少条腿呀？记住螃蟹的话，四条腿是妈妈，他们看见乌龟就叫起来，妈妈妈妈好妈妈。小乌龟一听着急了，她是我的好妈妈，你们瞧，我是她的孩子，她是我的妈妈，孩子跟妈妈总是一个样的嘛。游到池塘底，一钻钻到石缝里，看见大鲶鱼正在午睡呢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它跟我们一样的。原来妈妈在这里，妈妈，妈妈，好妈妈。鲶鱼给吵醒，心里好生气，尾巴一摇又一摆，它的样子真凶呢。哼。谁家小孩子，哎呀，真顽皮，干嘛你要吓唬人？他们是我的小宝宝。鲶鱼一听咪咪笑，笑得胡子往上翘，请你千万别见怪，我跟他们开个玩笑。乖宝宝，好宝宝，你们把妈妈急坏了，累了吧，饿了吧，跟着妈妈快回家。咦咦，大眼睛白肚皮，不多不少四条腿，她是我们的妈妈呀，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？好宝宝，乖宝宝，你们长大就像妈妈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好妈妈，妈妈给我们找到了。要吃尽害虫保庄稼，呱呱呱呱呱呱。呱呱呱